又要钟会带我飞天，摸牌打马军啊！我操，这个又是吗？二位黄忠，那应该是个中。前面空间多一张是一张，好吧，大概率闪掉的话，后面有人能跟到，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老子就喜欢忙，是吧？可以，哎，不错。孙诸葛亮也是反，蔡夫人也是反，孙权大概率是忠臣，画板吧。我跟黄忠相性不错，但是接下来吃嘲讽的人将会是黄忠，我得赶紧想办法掉血。顺手牵羊，
两个桃梨，两个桃，撒不撒嘴呀？哼，吓得吃桃。顶住啊，老弟！这他妈的我们快顶不住了。因为给孙权补到质量牌的话，是耽误他的制衡量，你知道吧？就本身他就可以找这些牌，他我给他补一牌，他就要交出去了，知道吧？你就去感觉嘛，你补到质量牌的概率高，还是补到废牌概率高吗？反正黄忠牌多一张，孙权牌少一张。哎，你这雷杀打的有点，行吧。冰凉寸断。哇，顶你个肺呀！我是。
所以藤代给他留着了。当然你也可以猜了，我差一点就猜到伞了。兵粮寸断，玄彬又没逃了是吧？大子恒朱雀山跟上可以，没问题的。跟他撕票了，哈哈，跟他撕票了。快点找逃老弟，我因为我会逃，也待你会逃。